W 血量没事。得满城，刺儿，刺儿，刺儿，不灭 A， 次要，刺儿，刺儿，沉默。多兰月讷语，你的灵魂将是虚空的食粮。沉默，刺儿，怎么了？刺儿，起立。假装 W 闪刺儿，刺儿起立。平 A 塔眼。打不过，哎，我这蜘蛛伤害可挺高啊，这都打不过这蜘蛛。先来个小反角啊，就是世界的祸害。还有双 buff， 嗯。人家家蜘蛛啊，都打完，都打完上来杠上来了啊！俺们家这鸟人啊，还抢人头。俺们家这鸟人还在这儿，还在这儿打三郎呢。人家家那蜘蛛都三级上路赶客完了都啊，然后都过来打蓝了，都打俺们家蓝了，快到了，人家还在这儿打三郎呢，我都佛了，兄弟。啊，又不动了，你能不能动作快一点，你怎么跟宝蓝似的呢？那搁家里边看看装呗，你不知道你等级落后这老些了吗？沉默，开个玩笑，调侃一下。刺儿，我看气氛挺尴尬的。咱没别的意思啊，没别的意思。吃个药，沉默，刺儿，刺儿，刺儿。刺儿，更尴尬了，尴尬了吗？我前两天看个视频，说是在泉水里边看看到底是水银血好，还是武术血好？我就想到了，你知道吗？沉默，起立，哎呦啊！
没一个技能中的。哎呦我操！摸鱼生了，摸鱼。鸟人三级，蜘蛛五级。哎呀，没关系，沉默。这鳄鱼是真不跟我们打呀！我一看呢，嗯，我看了。沉默，行吧。抽了一个火力全开，但他跟我说没事。哎，我生了。他没死啊，你干啥呢？你要杀我呀？这蜘蛛这虚区确实哈，他这虚区咋这么高呢？弄完了。嗯，这蜘蛛这虚区，哎呀，这不对劲呢、啊、这蜘蛛这虚区他一个发电机，这虚区有这么高吗？我还带着魔抗呢，这我这带护甲更完了，打我更疼。刚才那鳄鱼没吃了，确实太难受了。为啥鳄鱼没吃死呢？那都红了，是因为骸骨镀层了吗？运气不错呀，插个眼的。两回了，鳄鱼，蜘蛛帮你两回拉刺儿，刺儿，刺儿，起立，平 A， 再见。沉默，刺儿，刺儿，平 A， 闪现平 A， 撕一口。哎呀，这蜘蛛又来了！我的天，这蜘蛛，先来个水银海吧，这吧。不来水银骸，这蜘蛛有点挡不住了。咱先来个小布甲，还好我吃了一个，没关系。他们蜘蛛七个人头，全是他的，嗯，也没关系。他一个人拿这么多，其实没啥太大用。鸟人如果能控下来一条小龙的话，还可以。哎呀，这鸟人呢？这鸟人还行，把龙给控了。起。鳄
个鱼不太好杀呀。沉默皮，关键我每回杀的那鱼吧，它蜘蛛都搁旁边，我一杀它蜘蛛就搁旁边，而且这那鱼还贼猥琐。刺儿，刺儿，体力，刺儿，沉默，还行，吃到塔皮了。嗯，不是，随便啊。随便、啊。那为什么？回去给红天哥发单子随便。这干嘛呀？哎，还让人头？蜘蛛能杀吗？漂亮！这就别杀了，这不像。完了，艾克还无敌了，咋的了？不可以。鸟人五级，嗯，五级打野，这野给你打的。没事，我兵全了。这鳄鱼不好杀，我们不要老想着杀它了，不好杀。这种英雄比较难杀，是塔皮。先把上路塔推了。这把直接出巨酒啊，都不要出那种魔抗装备，不出了，这把直接就巨酒。那蜘蛛没有什么血量，见面就杀他。升级来十一，刺儿沉默，刺儿，刺儿。刺儿，刺儿，刺儿，沉默，平 A， 艾克来了，那我溜了。这是旁边有人，我一瞅。哎，你俩伤害够杀我吗？够杀我！哎，这怎么能死了呢？我操！我这么多血给我杀了！我惊了！我惊了个呆呀！我直接拒酒。打个红去吧！哎呦我操，咱们家小绿门还可以啊，荡妇二连。
has been slain.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买个小龙可以，把小龙拿了。四条小龙，哎，好定，能有点伤害不？漂亮。那艾克搁草丛里呢？我跟你们说，虽然这鸟人对面打野10级，他5级，但是这个鸟人做的唯一一件好事是什么？他把中立资源全部控住了，知道吧？他把中立资源全控住了，这让我们减轻了很小的压力。嗯，比乐于。我刺儿，刺儿沉默，刺儿体力。1700，他拿两条小龙加上一个峡谷先锋，啊，他拿两条小龙加个峡谷先锋。非常不错。如果这两条小龙加峡谷先锋又全是蜘蛛的，他又是10级打5级，不是5级打10级，那么那就够呛了。而且这鸟人好像烧起来了，他怎么死的？他为什么会死啊？被套点盐了吗？艾克得杀一下，哎，寒冰沉默吃杀体力，漂亮！中推，可以中推，小心！小心左边，给沉默刺儿，体力。致命点盐，刺儿，体力，莱斯，继续。艾克没有多少血，没事儿。刺儿，体力，死了。可以走，我们吃个小兵嘛。出点魔抗吧，对面小黄毛打人不疼，先来点魔抗，先来个振奋，我们差一层。这个就变 A 了，
起，沉默，压他大我没事。哎，给小绿人扛一下，起立，沉默，吃闪现刺儿。漂亮个小驴兰，艾克尔右边，谁来军带着？他把鸟人杀了，不去了。来点魔抗，振奋出完，我们出个啥呢？振奋出完，我想出个，我出个石像鬼吧。这把石像鬼挺好的，多加点抗性。现在吧，光加血量是没用的，那百分比掉血，那都是。这边小龙团我们不用大招，说这波先别打了，因为对面中一塔还没掉呢，我们也想打，有可能会越塔。你们杀我，那你可杀错人啊。起立，刺儿，你起飞，沉默，我不知道艾克在哪里。啊，艾克跑上面去了，他没大还好，打吧。好慢啊，这进啊，打龙啊，沉默，哇操，我没有 R 的蓝，你他奶奶的，哎呀，这怎么蓝没够用啊，没蓝了。没出现过这种事情啊。呀，这振奋怎么直接出了呢？我魔抗哪里来的魔抗？啥件出的魔抗呢？起了个怪了，我给你扛着。哎，开动，刺儿，给我追着蜘蛛来，
你在干什么？嗯，穿墨刺儿，漂亮。没事，我刚好预判他 E 的位置。蓝不够用怎么办啊？这冰心儿好像必须得要啊。死个小兵吧，回家了。算了，这样吧，先直接打板甲先，然后把冰心除了。刺儿传墨，刺儿体力。哇，小驴人，猛啊！小驴人，体力、弹墨、刺儿。哇，小驴人，体力、弹墨，风筝我，你也配？我硬吃。走，小龙去，兄弟，我吃狗屎。哎呦，我这500的家呀，这往哪跑？直接打，没事。好定，中推，先杀寒冰。我为什么这么白呀？起立！死！刺儿！沉默！没事，这蜘蛛只能从天上下来。鳄鱼，寒冰，为什么瞅我寒冰？啊，为什么瞅我寒冰？为什么瞅？这，哎，我他有毒影，好毒有毒 ，What your name？What the fuck？ 怎么大掉线了？哎呀！你以为你卡了？不是，是都卡了。等一会儿。
游戏结束了。